我们就进行第二段的分解教学。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弓步藏宝，第二段第一个动作盖步缠头，这有两个缠头动作，一上一步做一个缠头，二做一个盖步缠头，左手注意和刀的配合，同时走，交叉以后两个手一块分，再做一个缠头盖步，下一动弓步藏宝，一锣步成左弓步，左手由掌变拳射出去，像打虎一样，就是我们太极拳里边的弓步打虎。藏宝，刀背对着自己的身体，刀刃向外，这个动作主要是前面动作连接的比较紧，那就是缠头完了以后一盖步，接着就上步成左弓步，弓步藏刀，方向45度，向左斜前方的45度，看眼睛要看右斜前方，贯拳的方向也是右斜前方，盖步裹脑，下一动上右步，先做一个弓步平展，盖步的时候裹脑，这就是盖步裹脑，再上步弓步截倒，大家方向盖步裹脑是从左斜前方向右斜前方45度，先平展，还向45度方向走，弓步截倒，左手侧撑，手心向外，下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垫步脚刀，大家注意看这个动作，左脚上步的同时把刀收过来，刀背贴近自己的腹部，脚一垫步，再脚一次锣步弓步扎刀，又一个45度，这几个动作的方向呢，就是从左45度到右45度，然后再到左45度，我把这几个动作再连着做一遍，因为它中间都是一锣步就接下一个动作，弓步藏刀，盖步缠头，一上一步缠头，二盖步缠头，弓步藏刀，贯拳，盖步裹脑，上步平展，盖步裹脑，弓步截倒，垫步脚刀，上步截倒，
脚垫一步再脚两个脚刀弓步扎刀这几动主要是要把方向搞清楚有些朋友们打电话写信问在录像带上看不清楚动作的方向这样我就说明都是45度向前做动作下一动钉步点刀这里有一个万花刀注意上步的同时做个万花钉步点点刀点刀就要松腕立点到那个刀尖上面啊有点点足这么一个力量注意上步的同时万花左手分开钉步的同时合手点刀跳步换扎刀上左脚两个手一分注意收回来收回来扎刀的时候刀要从腰间发出跳扎然后再落步回身扎叫跳步换扎刀就是连续两次扎刀再看一次点上步一分注意一跳就转身没有提膝停住啊看跳扎连续两个跳步换扎刀提膝扎刀又一个万花一回身做一个万花回身万花并步把刀一收提膝下扎这个刀扎的方向不是正的还是斜右斜前方就是右手啊右斜前方手掌不是撑就是叉掌手心再看一次这个动作扎刀完了以后注意扣脚回身一个万花收刀左手跟着收回来都收在你的右腰间提膝扎发力啊这是个发力动作下一动马步推刀注意这个动作转换比较多一先把刀按下来二有一个上步带刀三一转身再马步推这个推是横推啊横着推它有正着推有横着推反着推推的时候又是一个发力动作啊又是一个发力动作再看一次提膝扎先落下来刀和左脚同时落地右脚有一个扣步转身的同时带刀转完以后刀收回来上步再推马步推倒下一个动作弹踢反撩分解的也比较多啊带回来上步一推再步向回踢这是一个弹踢反撩刀
这一点有几个变化啊。方向的变化，马步推刀也是斜前方，大概向45度，转身推刀正方向，盖步回劈反撩也都是正方向，最后一个动作提膝截刀，啊，注意又一个半个万花撤步，转身一撤步有一个高虚步捧，再一分提膝截截，这是第二段的12个动作。在这12个动作里边有两个明显的发力动作，就一个是劈膝砸刀，再一个是马步推刀，这两个动作呢都是接近陈氏太极刀里边的发力动作，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发力的顺序啊，要用陈氏的松活弹头劲儿把它发出去，不要把它做得很僵。我再做一次这个动作，回身注意先虚后发，陈氏太极拳就讲究松活弹头，虚发向肩啊，在发力之前他都先虚劲儿然后再发出去，他的发力顺序呢是以摇为主啊，以摇催力，你像上肢他是用摇的力量先达到肩，从肩到背，从背到手给他发出去，不是我们平时想象的一打先在手臂上下功夫，这里有一个顺序是从摇到背到肩到手啪，最后才是刀尖的力点。下肢呢也是从摇肩摇离摇垂胯啊，胯达到于膝，膝然后再到脚啊，再到脚，它是这样一个发力顺序。马步推也是这样啊，马步先把步子上出去以后变马步的同时从腰发出，最后才把刀推出去，不是过来以后就先推刀啊，先推刀。所以这些像发力动作也是我们广大爱好者很喜爱的动作，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不松不活而且发僵，那就是你没有掌握好这个